大家也看到了，这几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把摇一摇的刘海一掀起来，他就跳眉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学的。你跟谁学的？终于我发现，他爸爸教他的，他爸前面的刘海太长了，挑眉看不到，所以每次挑眉的时候就把头发掀起来，然后杨就学会了。你玩吧。你怎么嘛？你就是不要妈妈。哦，那妈妈我去赶上去了。啊。那我走了，你和宝宝都不的啊。好嘛，严丽雪，好，我们走，我走了啊，我去了啊，谢谢，哦，拜拜，拜拜。